你还敢不解？你还敢发波啊？他一定不敢凹，凹了我吃屎，真的，一定不敢凹的，看到没？再一个，你在哦，对不起 ，OK， 赢了。你们这些 DJ 是不是只会绿冲啊？OK， 你再给我发波，早就知道你要凹啦，早就知道你要凹啦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这个就是早就知道系列，我们直接基本上只要看这种系列就会变强，对不对？你还敢不解？你还敢发波啊？他一定不敢凹，凹了我吃屎，真的，一定不敢凹的，看到没？你看吧，这就是什么心理战？但是就是打这种太多这种对手，就很容易被高手局影响啊。就应该说，在打高手的时候，这种简单的心理战是用不到的，有时候反着来。打太多弱了就会这样。刚刚是 NL 的话，就再继续连凹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 NL， 漂亮。换人了，干！你再冲他小，对不起。完啦，完啦！他是不是要劈我啊？你再冲他小，完了。他是不是换人啊？我对不起，你他妈妈家里种西瓜，完了，完了。等等，你双劈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一辈子不玩签名哦。好 ，OK， 防个啊 ，OK， 凹不出来，防个啊，跳，防个啊，不敢凹，没事，我跳了，骗你的，我跳了，咚，我唰一气要弹死你 ，Over， 有了，哼。你以为你劈我就能赢吗？没这回事，真的。开局过去直接摔，你看他那边蹲着，蹲你，蹲你个头，蹲过去。哎啊，这个凹的不错，这是确定凹啊，动。哎，对不起，叮，你还敢不动？对不起，你，我、哦、这个路 ，OK， 好 ，OK， 来了。哎，还好没带绝招 ，OK， 赢了。好，你在龟什么？我先后跳。他现在都会用转转拳嘛，哈，他现在都会抓转转拳。有了，好，对不起，赢了，赢了。我骗你一个凹。那个骗到凹是正极啊。我都骗到了，我都骗到了，他妈的，打不到他，不到正极，我等下去测试一下。你在跳什么？刚才是不是我不会对空啊？哇靠！我离你他妈八个画面远，你还给我凹哦！你在给我架杀小啊？咚！OK， 好，我偷偷来个 reset， 来出错了，骗你的，没出错，血量刚刚好啊 ，OK， 好，有啦，有啦，不敢凹，真的，哎，你，好，你在跳，你在跳嘛，你在跳嘛，我没 hold， 我跟你讲，你在干。OK， 你再给我等转转拳啊！你再跳啊！第二时间后跳，你再跳啊！他一定会跳的，他一定会跳的。你再给我等转转拳啊！我就不踢，我就踢中脚，我就踢中脚，怎么样？你再跳啊！我就踢中脚，哎、欸、，OK， 来啊！你再跳啊！你是当我笨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骗你的，你看吧，咻，哼。
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！他以为我不会对空，其实我把对空精度拉起来。然后他在等转转拳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我转转拳中比较少，哼。嘎痛有突破两个人，我就觉得阿弥陀佛啦，完了。完，你再给我发波啊！你再给我发波啊！他不敢发了，不敢发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不起，你在，你不要吼，完了，你 OK 啊？好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我说他输了，他输了，真的，他输了，跳啊，原地跳，你以为？我先。OK， 他虚弱了，熬我啊！就，就跟你说他输了吧，对吧？我是不是说了他输了？跳，防个熬吧。OK， 好，先一个绿冲摔 ，OK， 好，再一个普通摔。你在跳什么？好，再一个，你在哦，对不起 ，OK， 赢了。你们这些 DJ 是不是只会绿冲啊？真的是你们，到底会不会玩这游戏？他妈成天在绿冲的，你换一个没绿冲的角色，我看你怎么立回。你妈的，受不了这个，气死我！你在冲啊，小，哎，对不起，你再给我跳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他又是整天想绿冲。你怎么输？啊！你怎么输？啊！你怎么输？哎、啊，对不起，血量算错了。对不起，我是笨蛋。哎、欸，吼吼！啊，钻！好。基本上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，我已经看出他的弱点了。他在角落很喜欢跳，然后他不太解摔，咚！他的弱点已经完全被我发现了，他不太凹的，这个基本上是不会凹。你再给我跳，你再给我跳啊！你再给我跳啊！来，你再给我跳啊！凹，没事嘛，给你嘛。你再给我绿冲嘛！你再给我，没事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嘛！你再给我绿冲嘛！你再给我绿冲嘛！那这些人真的什么都不会，只剩下绿冲了。那玩 DJ 脑子会变笨的，真的。那什么都不会，啊，不干嘛？不然绿冲一下，零八八嘞，就，梵高，你在原地跳什么啊？梵高。你在原地跳什么啦，房哥、哦、？OK， 这人连解摔都不会，这人。OK， 他死了，他会乱动，打到，
还会乱动，打到。你看，这就是玩 DJ 的下场，真的什么都不会，连解摔都不知道怎么按，他连按轻手轻脚解摔都不知道，他连凹都不会，他就只会绿冲。要绿冲来了，要绿冲来了，你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操你！来，对对对，要绿冲来了。叮，嘿，来跳跳，你在跳什么？跳跳，你在干什么？动动，他连解摔都不会，我在那边退你康，退你。这就是玩 DJ 的下场啊，什么都不会啊。对，如果你们还在卡的话，你们就学一下这个 DJ， 你看什么都不会，他连解摔都不会按就大师了。对，他连解摔都不按就大师了，真的，你们只要会绿冲就好了。所以你们还在卡什么金牌白金的，选 DJ 真的稳。等等，你们会解摔吧，他连解摔都不会就大师啦，你们参考一下。